用到 Cookie Crispy Healthy 节目了。今天我们来做泰式炸蟹沙拉，先把水和鱼露一起搞均匀，再把小蟹放进去等两个小时，把 Cookie 粉放到容器里，加进冻水一起搞均匀，然后把做好的小蟹放进去将均匀，再把小蟹放进已经温热的油里炸，炸到熟金黄色，拿起来。先把切好的蒜头和干辣椒放进去蒜水里打碎，再放进鱼露、椰糖和柠檬汁，打到椰糖溶解。然后放切好的豆角、切好的番茄、木瓜丝、胡萝卜丝和大香菜一起打均匀。把做好的放在碟子上，再把炸好的蟹放在上面，和青菜一起食用，这样就好了。